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德爸。我们今天来杨梅这场啊，很有推荐的，我们来玩玩看。认真哦，认真。单边啊。真的假的？是怎样吐？因为他会招待。他会怎样招待？怎么办？我只能偷笑哎。现在你今天不会打。其实这个小叶本人比较好看，本人比较偏好看。哦，差一点掉下来，好可惜哦。你现在搬屁股吗？对。好了啦，漂亮哦！哎呦，差一点，麦克风。啊，那时候害怕，会不会觉得我自己太冷静了？不会。应该很认真的、积极的嘲笑我老公。啊！出货了！哦，好神奇哦，我老公居然出货了！怎样？我这样效果有没有做到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筋膜枪，按摩的。这好像按摩的秘处吗？因为现在我老婆比较那情趣达的样子。住嘴啦！没路转，我是希望能够爬上上去。哎呦哎，你好幸运哦，过来了。哎，很好很好，这个很好。这有很好。很好。有了。拉单边了。哎呦，没有甩好。有。但是他已经上挡板了。哎，有了啊，没力，因为底下有可能对啊，对，卡到，哎，今天上来就会出了，加油，完了，可以啦，可以，哎，直接硬拼看看，我觉得可以呀，还要拉上来一点哦，好。其实是因为卡在底下那一个。对。哎，有了，终于。今天甩翻就可以了。能翻吗？还能翻吗？哎，看看能不能翻。哎呦喂！漂亮，真的漂亮。再打那个，哪一个？你说这个？对啊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好出哎。哎，你要打这个？没有啊，要打他。哎，我们打一爪再上，两爪再下，会出吗？就是这样出。哎，我们打一爪再上，两爪再下，会出吗？没错，你好厉害，就是你怎么可以知道我就是要打这样 ？OK。
我是觉得不会，我觉得不会。你还是跷跷板原理，不是天地茶问题。你还是跷跷板，我拿。哦，在这裡。好，我拿。你怎么拿那么快？啊，不就是那边路在就有了。哇，老公你好厉害哦！我们现在在那个阳台打卡，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还要按赞，然后还要开启小铃铛。那这些是要拿来抽的，要抽奖的。这一集抽奖的，记得哦，拜拜。拜拜，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！让一个四十岁老人顶东西给你看，哇，翻了翻了，哇，哇，爸爸把脚翘起来，爸爸在跳芭蕾舞，掉了。